重心趴在他的身上，声音阴哑说，林小姐，难道你不想尝尝我的味道？眼见他不说话，陆寻一把将他压在了床上，两人四目相对，陆寻的嘴唇靠近他的耳边轻吹出一口气。原来林小姐说的学习就是学这个，这个星球无法生存。什么是 CP 文？都是你们粉丝写的，其中有一篇写的就是你凭借三大准则成功追妻。我好像喜欢陆巡。林小姐，你愿意做陆太太？你一天到晚就看这么无聊的东西。好看吗？好看。这个人太奇怪了。